接下来这首歌曲由相当活泼的小班小朋友为我们表演，每个小朋友都很活泼，而且都会朗朗上口，相信爸爸和妈妈都会为这些可爱的小朋友感到非常骄傲。现在就请家长们给我们一个掌声，让我们的小朋友给我们的小朋友信心跟勇气，请大家掌声鼓励。好，掌声欢迎小班的表演。好，小朋友往前走。记得给我们掌声鼓励，大声一点哦。听到说不要挡到别人，就变成挡到别人。来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喊口令喽。谢谢大家，请退场。哇，我们小班好厉害哟、哦！越来越棒了，要升中。